现在这瑞文还能不能玩了？再给个女神之泪吧！哎呦我操！起飞！这一波让我想一想啊，冰女其实是前期打工很厉害的一个角色啊，冰女。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前排，所以拿个塔姆与蜘蛛，下边给个皎月。最好能给个月神天选的皎月就好了。哎呀，金克斯不错，来安妮儿，除安妮儿，除。拿下。三复兴1-4无敌了！哎呀！大棒啊，大棒没有，算了吧，没有关系。大棒有没有，其实是无所谓的了。有没有大棒已经无所谓了啊！哎呦我操！月神力伤卓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波呀。这波俺们先拿个丽桑卓啊，先给他拿了，这波先给他拿了，然后一会儿来皎月，我们先拿皎月或者是塞拉斯，然后如果我们想收菜了，直接把这俩给他放上去，啊，就可以直接收，知道吧？就可以直接收，先把这俩大树给他拿了，拿了你不上，我们先不上，想收菜再拿，这小子先让我赢一把。那也行吧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差1块钱，不行。2、4、5、6、7、8，8块，不行。撇了也行，撇了吧，先不要了。想了仔细细想了一下，还是撇了吧。仔细的想了一下，还是把它撇了得了。我发现第一波我们赢了，先给它撇了，直接12连胜啊，那也行，那我们就上来就给装备了呢。要想12连胜的话，其实也是容易的，啊，其实也容易，先给装备。容易个屁，容易！啥也不说了，兄弟们，把无敌发在公屏上。啥也不说了，谢谢蓝莲汉的粉丝的飞机。哎呀，复兴来了！谢谢电汉的粉丝的游侠。这把来个啥？这把来个三星瞎子吧！要我说，真的，来个三星蛤子不挺好的吗？
这福星还是个安妮儿，然后我们塔姆还升级了，哎呦我操，我太猛了，真的，我有点猛的有点不像人了，我发现我有点不像人了。攻速没了吧，我们拿魔抗啊，全套吧，全套没了我们拿魔抗，或者我们追求前期的连胜，先来个狂徒也行，不过魔抗都能拿到了那就拿着吧。呜呼，三块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全撇，安妮儿不要了，我们直接二杠五，三十块钱下波，四十块再下波，五十块无敌了。这还真无敌了，无敌了吧，来拿个努努，升级宝莲圣用不着，没有人能赢得了我现在。这个人呢确实是有点烦人了啊，这确实是有点烦人了，这有点讨人厌了。这个第一名确实是有点膈应人了。这是福星吗？这是刺客，没事，我们输一把就输一把，没有关系，福星可以胜败啊，可以胜负的，这是可以的，可以有胜有负，没有关系，先来个水银给他。大棒和科技枪吧，我们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这样就好了。鬼叔也不能给塔姆吧兄弟，那鬼叔没法给塔姆啊，现在怎么给塔姆，对不对？这波总不能输了吧，这不随便赢吗？好，这个随便赢吧，坏了坏了坏了啊，坏了，
坏了，坏了啊、哦，坏了！这小子不像人了，这有点啊，这可是有点不像人了，我这一看呢。这坏了啊、哦！这坏了。刚才那是病兮兮吧？这小子五人口没有钱，没事，我们马上六了，我们直接拉八。我先去倒杯水，这把随便赢吧。哎，福星两连麦收菜，相当于给我们拿钱，明白没？相当于我们还是血赚的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这就对了啊，这对了啊。我们有两种选择，还碰上一个掉线的，挺好啊。一，我们可以直接狗五至尊啊，然后找三星瞎子。二，就是我们一是福六福狗五至尊，二我们可以直接这个那个转瑞文也是可以的，这有个男 buff， 这怎么回事？要是狗五至尊，我们需要一个科技枪给瞎的。科技枪没了啊！科技枪没了，我们全套可以再来一个水银，或者拿攻速，拿攻速吧，拿攻速。万一有个火炮，我们还能给瞎的上个火炮，挺好。狗五啊，嗯，上装备，不如给羊刀打连胜，这不随便赢吗？这一波随便赢吧。赢还不简单吗？打他这简单，就是敢敢单单，兄弟。升级，我们就用质量来战胜他们。看看现在还能凑个什么羁绊啊？没羁绊，没羁绊，再上个维恩。改了，瞎子不用火炮，那我们给羊刀不也行吗？这家应该赢不了，这家挺狠的。啊，我看出来了，这家三国挺猛的，应该打不过。我的前排可以瞬间被他融化。
哎呀，就这水平啊啊，就这水平啊，我以为多狠呢，哼，就这水平啊。这第一名别我碰着你啊，我告诉你。这样其实也行。哦呦，还有一个铲子，哎呦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是相当可以了啊，这个。上猎人吧，上猎人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们上猎人，然后法爆啊，不得再给个水银吧，水银羊刀，什么挂逼，别骂人啊，别骂人，咱可不是挂逼。卡特有点厉害啊，这卡特。这个卡特有点厉害啊。塞拉斯升级可以上。嗯，或者我们直接拉拔。这波拉巴要24块钱，24、56，不行，下波拉巴，下波拉巴上一个，下波拉巴上个什么呢？下波拉巴千珏下了吧，千珏下了上俩秘书。不是站位不行，那你碰上这刺客你没办法，那就这么地儿吧，那咋整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要六福吃你一口，问得好，哪有老母猪啊，老母猪都没来过呢。如果再能给我来个射，我就上四射。进给我来一只。可以啊。羁绊王。金克斯下了。50块，67滴血，50块，打到鸡拉到九，可以。铲子给我拿走了，黄鸡啊，要不黄鸡，黄鸡大剑其实都行，黄鸡吧，黄鸡把鸡母下了，
这也不要了。两色两蜜，一个这个上只鸡。色其实不要也行，上俩这个也可以，不过差点意思、啊、这样上这个色吧，三福两色黄鸡，金克斯下了。这样可以，推再推，安妮儿给我顶住。好，开始输了啊，现在已经开始输了，不过没关系兄弟们，没关系，站位给他站一下，站位不行，刚才这波啊，刚才这波站位稍微有点问题。完了，老母猪怎么往这儿站呢？我操了！老母猪往哪站不好？往这里站？哎呦我天！推，可以，我这是黄鸡克死的小法，扛他死他！哎。又吃一波钱啊、哦！两连败，再给个手套或者妮蔻来。Nice， 要油啦，要来啦，要来啦，兄弟们，要来啦啊！哎呀，这家伙要来了啊！再给个女神泪啊，变红凯，救赎灵风圣杯，圣杯吧，老母猪没劲，上个试试看吧，看看这猪上去效果怎么样啊？哎呦我操！哎呦，效果不错啊，效果不错。效果不错呀，安妮儿下了是两福星，不行啊，两福星，两福星肯定是不行。这波直接拉九的话，也可以，保一手连胜吧，好吧，也可以。我们先攒攒我们的 money。哎呀，这卡特有点猛啊！这卡特，哦，卡特啊！不过他后排都没了，没关系。我们家的凯隐好像转起来了，
我现在需要一个金克斯，或者是安妮儿，或者是那什么。我现在还需要三福星，我要给他上上去。我现在需要一只福星，我想小弟一手，无论他给什么都行。我把这安妮儿给他下了，我先把安妮儿给下了，我先把塔姆先下一手啊，我先把安妮儿给下了。这我把安妮儿先下了，这个猫咱不要啊，金克斯可以。哎，这还是又能凑上三福星，不错。把这猫给他下了，金克斯给个这个，这个全套着。我决定先给这老母猪上一手，推可以。我们现在不仅有三福星，我们还有狗五至尊。哎，这个经济它就非常的好。也二星了，这开业可以啊，随便拿一个，随便拿一个。永恩小黄毛锤石随便拿一个，锤石肯定拿不着了，永恩跟小黄毛随便拿一个吧，拿个小黄毛吧，正好我们三个水银，我看他谁能干得过我。也让他拿走了，先拿走了圣杯，再拿一点，还是拿个龙爪，拿龙爪吧。要我说，拿个龙爪吧，来。科技枪，科技枪被拿走了。龙爪的谁呢？凯隐。凯隐可以要啊。无敌了，我只能用无敌来形容我们现在的阵容，无敌了。如果下一波天选黄鸡有了，三星黄鸡成了。这不说哈啊，现在说哈是没必要的。我们的经济是非常好的，现在OK， 进下了没东西上啊，进有两个神射手呢，进先不用下了。这个小黄毛挺烦人的，差两张。先给来个这个，差两张小黄毛啊，差两张小黄毛，小黄毛不要，差两张还是可以要的，兄弟可以要，我说实话可以要，还是要光小黄毛。这禁夫怎么回事？打不打得死了还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还仰卧起坐？完了，两个全死了。呀，我，哎呦，我操！我的禁，我的凯隐这么猛？凯隐可以啊，凯隐。禁夫的质量肯定是比这个莉莉亚要好的啊。没东西换了，我们只能大地了。现在
莉莉亚，腰着下一手吧，二星莉莉亚了，瞎子来一只，永恩来一只，凯也来一只。没东西下了，现在三福星不要了，等我们要是打不过输一把的时候再把三福星下了啊、哦、不着急，现在我们能吃钱为什么不吃呢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像这种情况，如果要是有点打不动了，那我们可以尝试一手把三福星给下了，这都是可以的啊。差一张，他们将无敌。差一张，啊，差一张，兄弟们，就差一针了，现在差最后一针，哎，差一针，哈哈哈，哎呀，差一针，没关系，放在右边就放右边吧，没事。地呀、啊，不要着急地啊，别急地，现在五十块钱不一定能地得出来，别急。哎呦我操，这卡特！如果我们输一把，我们直接开始大地啊，输一把就大地了，输一把。好、啊，这把输了，这把输了，那我们开始大地吧。好，我们大地了啊，开始41块钱，啊，41滴血。腰着不行，撇一手，腰着。好，我们大地了啊！真正的狗五至尊。先给点装备，这给瞎子了，这给老头拿下。这个撇了，黄鸡留两只，瞎子不要了。小黄毛的给点装备，哎，直接给了，合了吧。不得，万一我们选秀又拿一只小黄毛，我们不省一个吗？我们再来只三星黄鸡。这也没啥能给小黄毛的装备呀。这能给点啥呀？没什么好给的了呀，这决斗大师。呀，早说呀，决斗大师！哎呀，决斗大师可以要啊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为什么说的这么慢呢？嗯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这，叮，发几个问号。全卖了，只留 EZ， 只留 EZ。我需要把黄鸡的装备给小黄毛，我需要一个羊刀或者蓝 buff。没了，差三张，
可惜了呀，这可惜了，可惜了呀。一波没了，应该是 GG 了，这人根本他就打不赢。哎呀，唰，没了。你看有些兄弟还跟我说，哎呀，你应该这个立刻就递呀，立刻就递。你看我们最后是不是递的剩20块钱才给那个三星小黄毛给他递出来，是不是？你的这种血量的时候，你说你老着什么急，你老急什么，你有什么好急的？我就没明白你。